是 Ann， 是最爱乱买的 Ann。 这个是来自日本的面包超人冰淇淋组，那希望每个小孩呢都能拥有自己最可爱的冰淇淋店。这是面包超人的冰淇淋店，这是可爱的冰淇淋杯，冰淇淋的点餐机，这是六种口味的冰淇淋哦，这是面包超人的冰淇淋夹哦。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面包超人冰淇淋怎么玩吧。首先先拿起一个面包超人的冰淇淋夹，那选一个我们喜欢的口味，拿起我们的蛋卷冰淇淋，这样就完成咯。这玩具真的好好玩哦，可以让小朋友训练自己当老板，也可以跟爸爸妈妈培养好的亲子关系哦。今天我们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个赞还有分享哦，拜拜咯。